不会分手的，对，所以就没有什么。平时斗嘴，你是怎么样？对，平时我们会斗嘴啊，我俩经常斗嘴，简直一天不斗嘴就一天太无聊。他一天不和我斗嘴，他就浑身难受，我觉得。他可喜欢气我了，他经常惹我生气。我就是喜欢把你惹生气，然后就哄你。哈，那我太好哄了，因为我觉得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可爱。你真让我上火了，真的。这不是你惹我上火的那个夸张，是。以后你惹我上一次火，哼，我就你闭嘴什么你一次。吧，你闭嘴吧。第15个问题，经常约会的地方是哪里？你先说吧，经常约会的地方是哪里？酒店。
是说法其实是有的，但是我会将就他。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想要，对，但是我不想要的时候我也会你放会不要将就他要，你就没有不想要的时候。真的，我说实话你就没有不想要的时候，对，大多数都是我想要的。第31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纹身？如果要纹会纹在哪里？纹什么图案？没有纹过。我没有纹身，我怕疼。其实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挺想纹身的，但是一直没有纹。后来到现在的话也不是很想纹了，身体光洁整洁干净一点，看着，对，我看着那种，我觉得纹那种简约那种特别小的可以接受啊，太大面积的也不接受。第32个问题，三十二个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希望自己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男生啊。对，我也是男生。男生比较方便吗？男生比较潇洒。女孩子也可以潇洒呀。是，但是女孩子承受的有点多吧。就比如女孩子要来大姨妈呀，男孩子不用吧，对吧？第33个问题，喜欢对方什么装扮？